如果你是偶像剧迷，尤其喜欢高颜值的霸道总裁角色，那么接下来一定会让你心动。要向大家推荐五部必看的高颜值霸道总裁偶像剧，这些剧甜蜜撩人，你看过哪些呢？一、楼下女友请签收。这部剧讲述了温小暖这个龙套女演员，为了赚钱回老家的黄梅剧团，被高价聘请来扮演安宁文化总裁叶飞墨的暗恋者。最终，两人通过假戏真做而真正相爱，展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男主角虽然是霸道总裁，但不强势，女主角则是一个机灵可爱的市井小人物。剧中人物的设定和故事情节都很贴近现实，很容易受到观众的喜爱。每集大约30分钟，剧情节奏快，前几集没有恼人的前女友、痴情的备胎、恶婆婆等设定，看起来非常轻松。二、时间倒数遇见你，由李弘毅和诗诗主演的一部非常浪漫的都市言情剧。剧中的奶狼总裁骄阳，李弘毅是，和助理林淼、诗诗是，开启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整部剧充满了甜蜜的情节，让观众频频感叹太甜蜜了，太治愈了。该剧的故事设定非常独特，融合了平行时空的复杂设定和搞笑甜蜜的爱情故事，无疑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三、99分女朋友。这部剧讲述了一个甜蜜的恋爱剧，男主角沈毅，赵毅清饰演，和女主角孟回，厉佳琪饰演，从小就开始有缘分。小时候，沈毅不小心伤到了孟回的脸，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疤痕。由于害怕，沈毅选择逃避，而这个事情对他的心灵造成了长久的负罪感。长大后，沈毅开了一家研究化妆品的公司，为了曾经受伤的那个女孩，他一直在寻找那个女孩的下落。四、看见未到的你。该剧讲述了一个酒瓶界的天才男孩陆威寻和从小就没有味觉的女孩何不醉的故事。因为意外接吻，两个人的味觉交换了，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有趣的事件和变化。该剧因其新颖的剧情设定、巧妙的叙事和甜蜜的元素而受到众多观众的关注，受到越来越多的热度。何不醉和陆威组成的醉醺醺情侣 CP 的爱恨吸引了很多观众，剧中还有让人过瘾的吻戏。五、你和我的倾城时光。根据丁墨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一部剧，讲述了林浅和温达集团总裁厉志成之间的故事。两人在都市生活中相遇并互相扶持，共同成长，逐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对 CP 的性格差异明显，厉志成是个坚强的钢铁直男，注重行动力，而林浅则直爽独立。两人的碰撞给观众带来了独特的化学反应，让人甜腻而又苏醒。